春节我也挺想回家的，和家人团聚，但为了留守在岗位上的同事们能够吃上一顿温馨的年夜饭，我选择留在这里，用自己的手艺做出美味的饭菜，让大家感受到航天大家庭的温暖。处的岗位是供电岗位，常年需要有人值守，而春节期间能够为发电厂同事过一个祥和温暖亮堂的春节提供一个电力保障，感到很光荣。给家里人视频聊天的时候，我告诉他们在这边有工作，不能回家过年了，弟弟妹妹在旁边也吵着让我回去过年给他们发红包，但是爸爸却在一旁说工作是第一位，家里人会全力支持你的工作的。我告诉他们等这边工作完了，咱们一起回去再补过春节。当我跟母亲说我不回家过年了，不过年了，母亲说家里一切都挺好，你也不用担心，在外面安心工作，把自己照顾好，好像他每次都是这么一句话。在新的一年里，我希望自己能够继续保持踏实稳定的工作作风，圆满完成每次火箭和卫星的接应及分配给我的各项任务，为祖国航天事业继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新的一年里，我会不断提高自己，认真对待每一天的工作，保障好每一次气源供应，尽最大努力完成好本职工作。